稳健的寒冰射手。你仔细看看，是顽强的寒冰射手。我还以为又碰到了那种玩家。嗯，先侦查侦查。What？ 老大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游戏数据异常，请重试。难道要直接掠夺？还是一样啊？我就气得可快了。看看旁边这一位，这一家就可以。嗯，那就更奇怪了。果然叫寒冰射手的都不是好惹的。这一家也不好惹呀。老大，我们赶紧撤退吧。我们还是欺负一下菜的吧。那就这一家喽。哦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橄榄抽奖。老大，这是算成功还是失败了？这要看橄榄的造化了呗。橄榄要是去了上面，它真的去了上面吗？那就只有全军覆没喽。没关系，我小鬼家族还没上场呢。成功拿下三面旗子。溜了溜了，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